快去睡一觉嘛，快醒醒醒醒醒了。住手！宋先生，我劝你带你的人赶紧离开，趁天黑之前。至于吗？我觉得挺正常的呀。麻烦让一让。姑娘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不去睡一觉吗？快醒醒醒醒醒了。住手！这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吓死我了，没事就好。蠢货！喂，金玲，哎，大师，怎么了？这位施主，对不起，你们的酬劳还没有给呢。哎呦，差点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。家人有约，你也看到了，一百大洋不谢。哎，本人只收现金。大师，你是想要钱呢，还是想要人呢？如果刚才那位女大师可以把这个带上的话，她一定会等你。奇怪，你可要快点，她要走了。便宜你小子！你干嘛？完美，太适合你了。大哥哥，你刚刚是不是骗我呀？我骗你什么呀？我现在正在跟庆林谈工作呢。这簪子是不是你送给他的？为什么不送给我呀？不就是一个簪子吗？下次我看到适合你的再给你买一个，怎么样？你又骗我。不骗你，肯定是真的。明雅，你愿意为我做任何事吗？我愿意啊，任何事情我都愿意。不行。怎么就不行了呀？如果是为我去死呢？我当然不愿意。哎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你怎么能为别人去死呢？你这空空儿，你别闹了，你怎么在谈事情呢？走，我。你愿意为我去死吗？我愿意。青林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就因为我送你，你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。不过我觉得你可以含蓄一点点，然后呢，再温柔一点点。现在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多不好意思啊。嗯？嗯？金玲，你干什么？金玲，是我的宝贝女儿，走了好几年了。金玲，大胆妖孽，竟敢附在白无常身上！哪里来的妖孽啊？那个簪子是你带回来的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难道你看不出来，他被邪物附身了吗？那怎么办啊？没事，我扒了他。住手！不能动，这是喜煞。如果强行驱除的话，附身者很可能性命难保。